让我们陪陪站开心从新北市长朱立伦手中接下环境认证奖。今年总共评选出530个绩优里，其中就有252个里获得五星认证，成绩相当好。有这些绩优里的配合，难怪新北市获选为全台最干净的城市。我们新北市啊，连续6年获得全国最干净的城市。那不管是资源回收、垃圾减量、环境清洁，最重要就是靠里的这些里长带领这些志工，大家一起来做。要达到五星的目标，可不只是扫扫地而已。看看这些里用回收垃圾打造艺术空间，还有彩绘墙，就连超夯卡通人物小小兵都能做出来。另一个共同点就是居民无私当志工，为环境整洁一同努力。包括环境的巡检、路段的巡检，还有绿美化、花坛的认养等等，都是我们志工非常用心的去做这个区块。所有的义工大家动起来，每个人分一段路自己来扫，那会让里内整个环境都会提升。新北里环境认证已经连续举办5年，不止养成了随手清洁的好习惯，无形中也让新北市的环境更加美好。记者谢文祥，新北市报道。